吧。备受关注的樊振东迎来了新周期首秀，勇夺大满贯后的他，在全锦赛出战男团比赛，带领上海地产集团队对阵吉林银河队。这场比赛悬念不大，樊振东作为一单在第二盘出战，结果11-6、11-8、11-6击败了刘家良，轻松迎来首胜，最终球队3-0完胜。自巴黎奥运会夺冠后，樊振东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乒乓球赛场，但也没闲着，出席晚会唱歌，还亲自上阵与费德勒等人打网球。回到最熟悉的舞台，樊振东的状态保持得不错，这意味着拥有樊振东与许昕的上海地产集团队实际上已是最大热门。许昕此役出战男双，搭档周凯3-0横扫尹佳旭、范胜鹏，而周凯在第三盘3-0击败范胜鹏，队友打出好球的时候，樊振东在场边也是相当兴奋。